所以我在用的东西是爸爸也有关系的，就是这个 All right 的这个小可乐贴。因为之前的影片中，爸爸是需要冰敷这样的画面有出现嘛，然后有一个台湾好心的厂商寄过来，这个东西是可以冰敷、热敷，而且这个真的很厉害哦，这一代冷热敷都可以使用。其实不只是冷热敷，有四个冷、凉、热、温，这个是种模式。看我的频道，很多厂商跟很多粉丝大家是好人的。这个是 USB-C， 然后我充电了，然后这个里面有锂电池，可以用两个半小时。有这样的松紧带，就可以绑起来需要的地方。今天是为了感谢这个厂商，示范给大家看。呀，这个我用了一阵子，非常好。现在是热，然后把这个绑在腰部。啊啊！我的妈呀！是。热敷ここ敷上去，超気持ちいいから。除了腰部之外，我是常常用电脑球，找到的超舒服的地方是这里呢，超舒服。然后他们说是拉到或者是腰部伤到的时候，第一时间是冷敷。然后我的现在的这个状况，因为是累积起来的腰酸，要热敷。这里了呢，这里。压吧，腰部的中心热起来的感觉是有一点点像是泡澡的感觉。东西已经不想要讲话了，真的谢谢温馨的台湾厂商给我们这个。真的呢，最近我也是疲累的很严重，脖子后面的差里师傅我打架，真的请试试看，台湾设计台湾制造，然后台湾的中医师推荐的这个呢，有兴趣的话请大家多多看一下链接那边。那就这样子，下次见咯，拜拜，再见。